峨眉街八号，铅笔从创上滚落，帐目上中流淌出生命之水。加尔各答的河奔，在公寓的一隅直热着。你从窗口走出去，脚步变轻，调色板是今早调好的，还有一封信，但这些现在都不需要了。赶紧当掌，趁水还没干，趁水还没干，金光要轻洒在教堂尖端，十六根石柱要昂然挺立。人拾级而上，走慢点，背离阴影处，抹上蓝灰。荷担的，叫卖的，大豆粒的，都罩上清晨的雾。轮廓不清，星般头，灵动的鞭子剪影，串流不息，串流不息。南面的海湾，你淡彩细描，躲进弹家的船屋，鱼女头巾，钢红色的收拾年华，不落根的浪花，一波一波，前推后进，前推后进，算翻算为你的笔，独特的书法线条，速写首幽默的诗。快点落下花冠似的山门，急画速成，缺缺速立的牌楼。来者句句暂借问，到底能留多久？难以算清的黑白东西，靠岸后一笔勾销，一笔勾销。峨眉街八号直走，两个街口右转，水尽处停泊蓝白方舟，客有千年离街。